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根治白剑飞，现在我想到更好的办法来对付他。小姐，人领过来了。特使大人押送犯人回京。东风石，抬进来。陈玉被火箭射中烧死，这是他的尸首。 知道完整的碧螺天预言吗？既圣女归天，可得宝藏。既然陈玉已死，我也不想独活。我不相信你所说的预言。